现在让我们欣赏由文杰带来的国标舞。
我会拉小提琴啊，这么好，我也会。刚说来的，马上就见。你叫高妮，别提，咱们来个小提琴合奏如何？好主意，那我们就来个高级的朱卡里小爵士吧。没问题，请大家欣赏小提琴合奏。No.
总之你还是蛮聪明的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礼物，以礼节性的结果，并且和接受礼物的小朋友和新加坡小朋友一起上台。Thank you.